好，今天婷今天呢要用眼镜来跟大家做开场，然后巨人呢现在已经去运动了，因为他最近实施了他的健身计划。今天的主题呢是一日的按摩实习生，因为我们从海岛回来，其实海岛呢就是不断的有 SPA 的行程，然后就变成一个习惯，回国之后只要我们收工或者是疲累，我们就会去找主体养生馆进去脚底按摩，其实时间没有到很长，但是就要1000块或者1500块，其实蛮贵的，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来按摩呢，然后同时呢又可以增加一些小小的情趣，蛮好玩的，所以呢今天就想说那我们来做一集一日按摩实习生，然后帮巨人按摩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呢要出发去城市去买一些用具，比如说像是沐浴洗脚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按摩霜等等的。 OK， 出发 Go Go。报告，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记得按下订阅哦。哦对，还有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 啦。我现在呢在屈臣氏，然后沐浴类的在2楼。听说你很香，他直接写出来，但我昨天没洗澡。新品哎，我很容易被新品上市这个名字烧到。New New， 学妹香，暧昧香。我喜欢学妹香，与学妹暧昧。我跟巨人差3个月，他算是比我大，所以我算学妹。那我买学妹暧昧。黄色，它还有前调、中调、后调。嗯，2个都买。我全都要。一只脚一个，因为用那个泡泡直接按摩，腿呢还可以比较香。完美，有时候我真的不佩服自己的精打细算，因为这个我自己也能用，就买这个，走结账。他们有要加购的吗？没有，参考没有。那这边是318，这香味真的超棒了，光刚刚那样闻，我觉得哇，清淡的香水味，不是那种很浓稠的。谢谢。等一下回去呢，如果用这2罐帮他洗脚，他的脚臭应该就会淡很多，尤其用这个，那个香水味比较重，好期待哦。好，我买好了沐浴乳之后，现在呢，我租借了，算租吗？租一个汽车旅馆的一个厕所这样。那我现在呢，要完全打造成按摩实习生的样子，日式风格的。包起来之后，打一个蝴蝶结在这里，有点上下。好，这样子呢，就是我的蒂芬妮脚底按摩馆的制服，整体的造型很专业，有点古装的感觉。但呢，我们的按摩馆就崇尚那种古典的感觉。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来，欢迎光临蒂芬妮脚底按摩馆。好，那现在这里有室内拖鞋，在麻烦你帮我穿一下。那我大致上跟你做一下介绍，我们新馆看过哪些设备跟环境。OK。好，那我首先看到这边呢，这边呢有一看到的是 Lux 浴室紫翠精油香氛沐浴露，这是我们店内所使用的商品样子。嗯，没有别的了吗？嗯，没有，这是我们心理去洽谈的合作商品样子。那如果先生有这个意愿，可以帮我做。打卡或 IG 打卡的话，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新馆开幕整体一元的活动哟。对，一元，因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是不是很新春的感觉呢？手机给我，我帮听众拍照，我很会拍照的。那再麻烦您帮我跟产品拍照。好的。哦，先生您很会拍照，真的很帅呢。哦，你的表情真多。那先生帮我在那个椅子上坐着，等一下呢要给你做一个填写表单的动作。帮我填写上半部就可以了。对，哪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说。啊，是对方吧？你刚刚都没跟我介绍价钱说。已经算是全省最优惠的了。对，刚刚我帮你打卡，就是688减1，你是687。OK。那你脚有没有病？啊，脚有没有病？我们比较通俗的说法，比如说你有没有香肠脚啊，或指甲、豆甲、骨折，全部都有。但是我都没有嘞。那就都没有。有病。五种不同意的味道，那我分别为暧昧、学妹、命定、校花跟回头香这5种。我们今年有特别说，就是可以让客人选2种口味，一只脚不同的口味。啊，不会的。哦，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才叫碰撞。先让你闻第一个暧昧香，因为它本身的香味为什么称为暧昧呢？它比较浓，因为我们给客人用的都是新的暧昧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呢比较偏向成熟女人的感觉，对对，所以叫做暧昧香。学妹香，学妹香的味道很明显。你看你的脚。
明显跟刚刚的暧昧相比较不一样，它会比较清淡一点点。OK， 好，没关系，就这样。好，那我今天就帮您做暧昧跟学妹的这两个味道。那你有分别想要右脚还是左脚吗？我想我的右脚有点学妹香。Okay. 我想我的左脚有暧昧香。好了。为什么学妹香？对不对？那个暧昧香。能不能贪心？那我帮你做右脚是暧昧香，左脚的是学妹香。OK OK。帮你做这边学妹香哦，左脚啊，我是右脚。OK， 帮你做右脚学妹香哦。我们会先用轻拍的方式让血管苏醒，告诉大家清醒哦，清醒哦。不是在血管的清醒。因为闻到它味道是清淡香啊，除了让你的心情比较放松之外，摸起来的触感会比较好，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珍贵的橙花精油。哦。对，你洗完之后呢，保湿之外，可以让你的皮肤呢看起来比较提亮。那先生，您平常的工作是什么？对，就是走路啊。哦，走路可以赚钱。OK， 了解。请问这样的力道可以吗？嗯，好，算舒服的。那我们后面的后脚筋是要需要按摩的哈。这是我们独创的一个按摩手法，叫碰撞。碰撞呢，可以让先生好笑吗？你现在是在侮辱我的专业？这样子可以打到最深层的筋骨。很痛。那痛是吗？好的，那我们改。啊，没错，我们不要按摩太久。能否帮你让我尝试一下是我学妹味？好，学妹香，好香哦，真的差很多。你要不要自己闻闻看呢？没关系，我先换左脚。接下来帮您的左脚做一个，那个是暧昧香。那它的香味呢，其实是高级的蓝风铃香调，专柜级的经典香味。有没有闻到味道已经跟学妹香是完全不同的了？超香哦。有暧昧的感觉。这里呢，穴道把它冲开，它这里面呢含有医美级的亮白精华维他命，所以呢，你等下洗完它是不会直接亮白。这个亮白啊，这个亮白。好，我们不做太多的疑问。啊，我们一样呢，跟刚刚那一罐一样，都有前调、中调、后调的味道，你可以慢慢去品尝。因为每天呢，闻到自己的脚味是有分前中后段。先生，您这里就经常走路走太多了，我建议您走路再走三步，休息两步。好，我们按摩完了哦。啊，对，先生呢，谢谢您今天来体验我们的688/687的新馆开幕活动。那我们今天的按摩整体就到这里结束喽。这边的意见表单帮我们做填写一下。好，那我们意见回馈在这里放着就可以喽，谢谢您。那先生跟您这里做说明一下，因为由于我们今天的新馆开幕的活动，那您今天使用这两瓶的暧昧跟学妹香会直接赠送给您。啊，你不是说打包吗？因为毕竟响应环保，手拿才是最环保的了。你有要再做泡澡的环节吗？哦，不用了是吗？好，那您再帮我在前面柜台付款687元就可以了。OK， 好。好，谢谢您，希望您再度光临哦。谢谢。拜拜。拜。按摩、一日脚底按摩实习生结束了、yeah. 而且呢，我还是做了这个蒂芬妮脚底按摩馆的这个，因为每一次去按摩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这个表单？没错，对，我还把它做得超好的耶。那是我做的，你意见回哦。那我觉得啦，偶尔情侣来一点这样的小情趣也是不错的吧。嗯，对不对？也蛮好玩的，很有乐趣啊。嗯，今天呢用的那个按摩沐浴露呢，就是 LUX 他们家的立式萃精油香氛沐浴露，最主打的两罐，一个是暧昧，一个是学妹，然后这个是命定校花跟回头。其实它的香味，其实我说真的，真的就是香水味，不会是那种真的很不会死香啊。我自己啦，我自己最喜欢学妹香，因为它是清香，比较淡香味。对，淡香味，你洗完的味道还在，不会让你觉得很冲鼻的那种感觉。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那偶尔呢，可以跟你的朋友又或者是情侣来一个这种小情趣小活动也会蛮好玩的，但下一次呢，我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企划了。就这样，拜拜，拜拜。